ไรขึ้นวะเป็นซากทำไมไปดูดิครับเฮียครับเฮียรีบหนีออกไปก่อนดีกว่าครับเฮีย你们要干什么？要你的红宝石！快点！快点！是不是？快点！别吵！这里所有的东西你们随便拿吧。你看清楚是谁。现在知道为什么要死了。我们要钱不要命，快点起来，去，把它打开，快打开！你怎么出去？让他出去！你们跑不了了！你干什么？
我姓张，我找他几个礼拜了，我想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不好意思，张先生，我们不能透露这些的，我们再帮你找他吧。我是急事。张先生，我们会再帮你 call 他的。这个是那个区的地图，银行在这里，这里是高速公路，有几个保安？两个保安，他们的配备是两支长枪和四个护送员，加上司机一共有七个人。警察呢？最近的警局在这里，9:30、11:00、4:00、6:00换班，有两个警察，所以警察有15个人。行，那条路熟不熟？应该没问题。奥地利货，2排子弹。他怎么跟你算？10万。10万？老刘，陈奎，喂。大家以后不做生意了。你收多少啊？啊？当然了，你有户头是吧？自己扣吧。就这样。有问题吗？
别跑！跟金爷说，我们一个钟头之后到。谢谢。喂，为什么要换人？价钱好一点。价钱好一点，信得过吗？人人都一样，小心点就行了。开快点。萨瓦迪卡。今夜怎么来啊？今夜不舒服，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了。今夜不在也一样，我们照样交易。对。数目不对。兄弟，不是75%吗？啊，你说什么？数目不对。数目不对，你又能怎么样？对不起，来晚了点儿，辛苦了。这些是你的，你告诉什么呀？出去再说。哎，
清理干净点。回事，老君很狡猾的。我叫猛叔给我几个人，以防万一嘛。你为什么要找其他人？谁都知道老君碰过的东西，没人敢要的。你他妈的，早点说嘛！让他们知道，一会儿要是露出马脚怎么办呢？我们死定了。先休息吧，睡一觉就没事了。真没损论咩都没损债嘅实啦，你有半日，喂。你干嘛叫落款我啊？就喺我度挖咧，出来，落款八千啊，入台落系靠咪靠？开捧只台系，佢呢捧就冇台到。ครับ，ไม่ทราบครับนายสงสัยจะเป็นรถของเสียเซ่นเซ่นฮัลโหลว่ายังไงพอดีเลยควรจะมาเที่ยวที่นี่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นะมาเซ่นนะหรือทำ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ไม่ถูกนะหรือรู้อยู่แล้วว่าอุลีไปแล้วยังเอารถมาขวางอย่างเงี้ยน่าจะให้ทางว่าหน่อยนะผมกันไม่กล้าหรอกไม่กว่าจับธงกิจหรือรถผมมันเก่าแล้วถอยย่าให้ผมไปก่อนแล้วกันนะ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มันเห็นจะตัวเกินไปแล้วนะว่ารู้นะว่าหรือส่งคนมาเล่นงานลูกน้องว่ายังไม่คิดบัญชีกันเรื่อเลยอย่ามายั่วโมโหกันดีกว่านะถ้าอย่างนั้นผมก็ไม่รู้แล้ว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เดี๋ยวถังให้ฮะผมถอยไม่ได้จริงๆนะรถมันขวางอยู่ผมต้องรีบไปแค่นี้นะ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จิบหายละป้าสันยังไงอ้วก็ต้องคิดบัญชีกันลื่นแน่ไปถอยครับไป张警官，彭先生找你。我姓彭，国际刑警。你好，你好，李秘书。就这四个人，我们香港警方怀疑他们跟几宗窃劫凶杀案有关，其中一个曾经是香港警察，我们还没有掌握确实的证据，所以希望国际刑警能够协助我们调查。真是巧，我们也在注意这四个人，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有几宗窃劫案，我怀疑跟这帮人有关系。他们还会来香港吗？我们派了个卧底，不过计划失败了。我们知道他们昨天在泰国抢了一间银行，还杀了几个人。照你这么说，他们会留在泰国吗？这个不太清楚。如果你们有这四个人的行踪，希望你们告诉我们一声。这个没问题，我们也希望能帮助你们。这些档案我可以拿走吗？
哦，没问题，谢谢。有什么事打电话给我。谢谢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再见。胆子真大啊！我们要等多久？外面风声很紧，我们杀了老金的人，他们正在找我们呢。他不仁我不义，他想吃我们，我们要先下手。那是最好了。我想跟你说啊，那个金爷有批红宝石放在家里，值很多钱呢。拿过来呢，就能退休了，行不行啊？你有什么不行的？行人们，行人们，回来，行人们，哎，等等，晚一点啊。你是从哪儿来的？香港。要在这儿待多久？一辈子。那你？我喜欢这首歌，我们去跳舞吧。ทวงนักเลยพี่วะเมื่อไรมึงจะมีวะมึงพูดมึงรู้เรื่องไงถ้ามีจะกูให้เองเมื่อไรมึงจะให้กูอ่ะกูยังไม่มีอ่ะจะเอาไงวะฮะงั้นมึงต้องการมีเรื่องเหรอวะ等一下没写啊，你来呗，不会害你喂，喂，我没答应他们。
嘿嘿，阿奎，哎，我说，嘿嘿，坐坐坐坐坐坐坐。哎呀，怎么，您进来，风湿好点了吧？哎，不会好了，嘿嘿，人老了，一刮风下雨啊，疼得说不出话来。您试试这个，哦，不错的。哎呀，你真关心我呀，五叔，这些年来幸亏您照顾我，哪儿要不然的话，早死了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呀？啊啊！你杀了人，是您的小弟呀！我的人谁看见了？看见的人都死光了。你要小心一点了，金爷那边很静，有点不正常。知道。来，听我的小弟说，你当老大了。没有，我们几个人根本不分大小。大家都出主意，有时一起决定，一起干。那不行，出来混饭吃，一定要有个老大，要不然会出事的。有时间再聊聊吧，啊？行了，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哎，都七年了，到现在还戴着这个戒指啊？阿英一向是我做事的原动力。平时我不开心的时候，就摸一摸他。你很长情啊？不是长情，是戒恩。请问小姐有没有订位子啊？已经打电话订了两个位子了。好，请跟我来。好。请问两位喝什么酒？我想要法国红酒。好的。说生意很好吗？没人呐，不知道。我们又见面了。你好 ，Rachel。你好。请问两位小姐，我可以坐下吗？当然可以。这么巧，我刚想找个地方，好好的吃顿饭，又见到你们了。嗨，很高兴认识你、啊。我的朋友 Christina。好，你好。这瓶红酒可以吗？很好，82年的，这个是最好的红酒了，倒吧。好的。谢谢，谢谢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不错。我们今天可以好好的吃一顿饭了，上次没这个机会。是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我有预感，我猜的。那你一定知道我很多的事。哦，我想，我可能知道一点点。你知道，我在香港是做保险的，每天都认识很多像你这样的男人。我这次和女朋友来泰国，想安静轻松一下，就是为了要避开像你这样的男人。不好意思，我女朋友家里发生了一点事情，她心情不好，你不要介意啊。我理解。啊，我们该走了，谢谢你的酒。
啊，不用客气。再见，再见。很高兴认识你。老婆，是我，钱存进户口了，20万吗？够不够啊？知道了，你很闷吗？哦，去玩吧。是啊，去迪士高，开心点。OK。他们一定知道我们在这儿，所以他们已经加强了保安，有14、15个全副武装的保镖守在他家外面。什么叫？不知道，可能是七支手枪。礼拜四从美国回来，不会再出去。晚上他也不喜欢应酬，就那天晚上，你多买了一把枪。要买枪就说，我送给你。你知道我喜欢枪，但不是现在买吗？以后做什么事都要特别小心，千万别出岔子。出了事怎么办？害死大家。他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在酒店追小妞，去查他什么时候回香港干什么呀？跟你没关系，在你来泡妞吗？这东西很辣，会上火。我们谁都不能有事，要不全玩完。继续吃，没你事儿。哥们儿，这么久了，
今晚最开心了，干杯！哎，阿瑞，小熊，来来来，干杯！阿瑞，嫂子，干杯！嗯，你叫他什么？你跟叫大嫂，大嫂干杯。你怎么样？对，没事。要不要我陪你去厕所？不要，我自己去。小熊，啊，来陪我去。哦，你多吃点啊。嗯，OK， 好。Rachel， 我很想知道。是啊，是我泡他的。也许应该是我问你，如果你是我，你宁愿做老大的女朋友，还是做小弟的女朋友啊？我去洗手间。姚老五是泰国出名的黑帮头子，也是陈奎以前的老大。我们这次去泰国做事，很多事都由陈奎安排，而陈奎有没有别的目的，我们不知道。我开始有点怀疑。前，我失去一切，是你救了我，我不会忘记的。现在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会去做。这是我唯一要跟你说的。金爷有问题。说吧，这是一桩很难做的生意。照我看，要想赚到钱的机会并不大。这两个家伙是敌人，对吧？他只想去冒险，在利用我们，他才不管呢。小心一点，要不然的话，他会害了我们几个的。我真不明白，我们为什么要听他的话呢？做老大的不应该是他，而是你。那又怎么样？你听着，你做老大，我跟着你，再加上小熊，我们三个人是最完美的组合。为什么要他呢？以前我们没有来这儿的时候，我们一直干得很好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有最好的机会，可是现在他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的。我们要的不是那个，我们需要机会，我们要做大买卖。我们不要这个小子在这儿。
真的打算明天动手啊？你也知道我等了很久了。阿银都死了这么久了，你别这样了。那小子逼得我走投无路，他为了救我被人侮辱了，跳楼死了，这个仇我哪能不报呢？你的伙伴都知道吗？他们有钱赚就行了。人心隔肚皮，你一定要小心呢。我知道，谢谢你。希望如果事成之后没事的话，麻烦你安排船送我们回香港。放心，没问题。谢谢。各位哥们儿，准备好了吗？就等你了。那走啊。
你们要干什么？要你的红宝石。快点！快点！是不是他们？别吵！还用我教你吗？这里所有的东西，你们随便拿吧。你看清楚是谁。现在知道为什么要死了。我们要钱不要命，快点起来，去，把它打开，快打开！我们怎么出去？让他出去！你们跑不了了！你干什么？
船我准备好了。来香港打电话给我，我请你吃饭。陈先生，张立明，看报纸了吗？陈奎在泰国死了。他每个星期都带小明星来这里玩。这小子是个大色鬼。总之，我查过这家伙的户头，里面至少有8亿元，而且是现金。没有比他更有钱的了。这一次我们很幸运，这家伙只有3个保镖，所以要摆平他很容易。小熊，观察一下交通，走完之后去看看老婆。找到地方没有？找到了，在青衣。我们一会儿过去看看。你找船，我找家伙，一会儿见。好。嗯啊，行行行，就这么着。老大他来了啊。龙哥，嗯，怎么？怎么称呼？阿瑞。阿瑞哥，有什么关照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听人家说你有船要走，我给你打个招呼。那我阿龙做事呢，人人都知道，我是一定要稳稳当当的，船我不止一艘。从来不跟陌生人交往，找别人吧。你认识陈奎吧？阿奎，我认识。怎么？我的伙伴。你的伙伴？我听到消息说他刚死了。是啊。就是嘛，阿奎是我朋友，我一向跟他有交往，现在他死了，你就这么跑来说是他伙伴，是不是真的？我们交个新朋友吧。阿瑞哥，我看你误会了。我呢，阿龙呢，钱就不多，不过我这个人最讲义气。我跟阿奎是讲心的，而不谈钱。找别人吧。那好吧。他是五哥要的，跟着他，看他住在哪里。嗯，是老大。连自己人都上，鬼才跟你做伙伴呢。龙哥，18C3把 ，M11A1 一把，9MA10盒全都是新货。要多少钱？开玩笑是吧？坤哥，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啊？你不想买是吧？上面这么说就这么收啊，坤哥。你有什么不对，你跟我老大说。2000。真的不行啊，我难做啊，坤哥。
要还是不要啊？明晚半夜4点钟出发，没问题。我们拿了钱以后，再想办法离开香港。船联络好了没有？应该没问题。你的枪怎么样？先用旧的吧。那明晚10点在这儿见。跟老婆开不开心呢？还可以。带他走。他好像说参加一个旅行团，再看看吧。明儿见。现在寸步难行，阿奎一死，所有的人都不买我们的账。你说有船安排我们走，谁呀？我买把枪都比人贵。我们今天接到几个电话，说我们通缉很久的三个疑犯回到香港了，这几天还会有行动，甚至提供了他们藏身的地点。虽然还不能确定这些情报的可信程度有多高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今晚的行动一定要小心。有问题吗？没有。这是青衣一间工业大厦，匪徒就躲在其中一个单位里。匪徒危险性极高，至少有三个人，武器的种类和性能都不明。如果他们有任何反抗的话，就格杀勿论。我不想今晚的行动有哪个兄弟受伤。有问题吗？没有。出发。
说，我去看看。哦。这里谁负责？是我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行动吧。是警官。哎，能稍误准。是。这次做完之后，你怎么打算？我想找个人结婚生孩子。你呢？我还没想。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，打个电话给我。是我这一生中最好的伙伴。曾经听人说过，凡是心里面有贪、嗔、痴的人，死后都会下地狱。这么看，我和阿瑞、陈奎很快就会见面。至于小熊，如果没有我们，对他来说反而是件好事。只要他以后可以安分守己的话，我相信他是我们。进来，张警官。冯先生，找我有事啊？哦，把档案还给你。恭喜你啊，不上一兵一卒就把两个悍匪给消灭了，值得恭喜。这个世界什么都要付出代价，我失去了一个手下。是啊，我也失去了手下。 Rachel Lee 表面上是保险经纪，实际上是我的手下。他最后的任务是帮我收集陈奎、杨坤他们的情报。五爷，从香港来了一批新的手下。在哪里？他们现在全在外面等着呢。知道了。是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在这个世上，没有人可以横行霸道。